这个是高尾山。票，来回都要用到哦，不能丢掉哦。加藤さん、警備の方の発車をいたところに、ちょっとよくこれだけ大都市近郊にありながらこう、行くときに、左側のドアとなって。但是这里吸的每一口气都有药效。这是第一阶段。第一阶段。这是烤马吉的。Yeah, 这是烤马吉的。那个是真的火哦。对啊。嗯，是啊。对啊，这一侧就是马吉啊。从这边走，还要半小时。现在我们绕一圈回去。哎，这都还没开，都含苞嘞，就落了。应该是被。这里是搭缆车的地方。高尾山的高脚吊椅车，吊椅。好高好高好高啊。我也好我也好。要秋天来的时候才会知道。好友跟家人好跟着安娜。富士山海之间。这边就是富士山。NG 啊 ，NG 就是没问题。会不会给你一张那个美图的？然后夏天的时候也会有去滑雪卡，但有一种他们会就是直接开车到。泼泼草。泼泼草。嘿。代表是什么季节的时候，用这个泼泼草当前景也是超美的。各地的富士山的名字。富士。好可疑。这里是河口湖公园，河口湖的大石公园。从这个角度呢，有海，有湖，有富士山，而且这个富士山太赏脸了，太给力了。竟然这么漂亮，然后这么蓝的天，还有白白的头。那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去坐的这个游览船天庆，现在搭船游湖，搭船喽。你要搭什么船？天庆号游河口湖。这里是河口湖的那个搭游览船的地方，也叫做罗里板，是吧？是这样吗？
야, 吉田站哦。아빠그러면어떻게하는게가에리고말이에요这是小火车了。继续。那是什么花？那是烟花哎，都还只是花苞而已。花苞好有两餐到。基本上跟东京慢的真的是要十天以上。没看那么远。哇，这个超可惜的。刚刚那个，等一下回来再拍。好，来。那排队啊。近照是浅间神社，然后远照就是富士山。如果能两者结合的话，就一张美拍了。还要再加樱花，再加樱花。玉神木，啊，这个是什么神功？往这一条路去。里面蛮漂亮的哦。
とチケットですね。はい、チケットと偏音乐。里面的景物还不错拍，欧风的感觉。你看，那富士山呢？不想看它都不行。哦，这个啦，因为它这一间，然后连后面那组。再买个冰淇淋呢。猪排饭，这是什么锅？这是手工面。顺便那个瞬间力道拉到了手上。好，富士极乐园。富士极乐园，享受别人的尖叫声。没有凉啊！装了那么多花椒啊，一个都。哎，有人也要上去了。章鱼烧，章鱼烧了，烧了。刚好不能有水纹了。婆婆，这个是富士山的雪水。今天是火锅，这是什么？沾的是吗？它那个黑色是芝麻酱，然后芝麻酱在这里，然后自己沾的。五颜六色，很丰富。贵。应该可以。那你是？Are you?
真的好美啊，原本的那一整片蓝色的也是很美。啊，这边不是阳光阴啊，不知道什么阴。你手机给我来查。天，他会带着全家的大小，然后就出来公园玩，然后各自带着垫子啊、帐篷啊，然后就到公园里面晒晒太阳啊、野餐啊，就他们的周末活动。你走这边上去，对，这边上去。油菜花，小径。有菜道。那棵是什么樱啊？我认为应该是阳光樱，但我不知道，很像我们那个武林农场的粉，那个粉红佳人。都不喜欢吃，乌龙乌龙。车哎，他们说车子不能进来吗？可能是小车可以，大车。新宿御苑。大木部门，这里是新宿御苑。看它满开耶，这是什么花？阳光樱。人比花多。这里是那个新宿御苑的樱花，对，这一颗也是满开哈。对，这颗已经算是满开。哇，日本人来了。There's a photographer. 后面的垂樱。
生活。在吃樱花。真的，东京铁塔，看一下。好，来右手边。那如果平日的话，买票应该是对不远。前面是上野站，对，然后往这边看了就是上野动物园，要这样吗？认识的哈、哦，啊，那个拍上野动物园。等一下，要是有蓝天的话就不行。对啊，就回来就看回来。来来来。很容易被冲散啊！往这边。爬上去，上去，对，也许今天能够看到不错的景哦。金的清明上河图啊，日本的清明上河图，小人中人大人，一下子就到了，我要帮你打，没有回来的，就是一个平台，不会帮你收钱嘞。
你都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看鸟你啊！在里面。我往里面找。对啊。啊，玉兔丁站。啊，这里就是了。嗯。我来到玉兔丁站了。曼贝尔在那个对角那里。